呦呦，坐着车哪儿都去，有理想。后来有一次路过山东枣庄，夜车不停，好家伙，他自个儿趴火车上去，铁道游击队出身嘛，这到北京认识了于雨玉，哎，认识的过程也很艰难，难说这个啊，俩人结婚非常好，是吗？我跟他们两口子是好朋友，哦，都不错，哎，俩人也喜欢我，好，一提我，铁锤挑仨大拇哥夸我。这六指都不是了吧？这个，把两口子喜欢，我们仨有交情，啊，就好就一起聊天，一起吃饭，啊，一起谈理想，嚯，啊，我们还一起经历过河内三日游，哦，上越南河内玩去，永定河内泡着，哎，怎么掉永定河里了似的？跟人玩牌，我们仨输人钱，啊，账主子堵着门要，我们仨没辙了，在永定河泡了三天。好什么人呢你？好交情啊！他们两个人鼓励我，是吗？你弟弟也说了，说就是于雨玉先生。哎，行了，别提这名字，你一定会成功。他说你，郭德纲，你记住，你记住，一不怕死，二不怕死的很难看。哎，好嘛，这就活不了了，算是。铁锤也鼓励我，他怎么说的呀？德纲，嗯，咱们平胸而论。哦，这是你先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。这有点不公平吧？为什么？你肯定论不过他呀。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哎呦，你想他叫铁锤也就完了，这叫什么都没用。他叫发面横还好点。行，说错了知道吗？凭什么？凭心而论，凭心而论。对了。